肖战，然后是队里的主唱担当，然后也是队里的发电机。发、那两个男生、像泰国呀那些地方。他们都找一二三四，一二一二三，来来跟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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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一二三，走你一二。一二三，走着。我告诉你们，啊，来了，哎，夹不夹得住？关键看下面的这几个姑娘。对，对你不信？我选远归。远归，感觉特别的文艺，有画面感。远归，咬住。我为什么？怎么了？老板在底下叫叫唤呢？啊，是这样的。我也想选西冲月。哎呦请六位老板。以后呢，我就把它修复起来。拼起来。这个嘴那是，您倒是。就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，然后我就说，哎呀，这是。他那时候呢，然后呢，他就听到了。牛奶做的奶酪。怎么了，节目？肖战，肖战，肖战，来，大家。吃点，吃点，吃点。猜一下啊。肖战，这个特别好，这你看出来了吗？金丝楠木做扁的大衙门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我提醒你一下，应该没那么贵啊，我感觉啊。啊。因为他们院没有之前那么大，感觉啊，对吧？肖战，六百五，六百，啊，我也不一定对，六百五啊，好。我觉得既然是客栈的话，应该是酒店的标准的房间啊，床铺都是床单被叫做是那样，也蛮支持，就是说学生呐、或者是背包客啊住在那边，所以它价位不会到太高。